我问你，石头，你这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，你想干嘛呀？你咋个意思？你今儿就跟我们说清楚了。就说，盛盛，是不是曹村的我们女社员？你这就是欺负人！哎，盛盛啊，咱们女社员工分又降了，没有一个拿10分的。这不是咱们村带头搞这男女工分平等吗？有的村就给乡里反映了，说咱啊带了个坏头，把乡里闹得鸡飞狗跳。乡里一听，那干脆都别干了，就给咱来了指示，让咱啊先放一放再说。 真不管拿。